上次一不小心暴露了厨艺之后，我的朋友天天都想来家里蹭饭，所以今天就是好朋友一定要学的电饭煲卤味。底部铺上葱姜蒜，放上焯过水的食材，鸡蛋也要来几个，配料有点多，但是这样子味道好呀。都打在屏幕上了，记得要收藏哦。按下厨房键60分钟，一份简单的电饭煲卤味就做好啦。像我们这样的朋友，当然要喝真有味道、原瓶原装、欧洲进口的超级波克啤酒啦。拉环式设计，再不怕有人说没有起子赖酒了。快做给你的好朋友吃吧。